这站在这里要5000才可以打赢，不可能啊！你就先保卫家园啊。哎，经常有了，我们现在有家园保卫战。什么是家园保卫？哎，家园小将不是说没有讲吗？好像是讲经常，不是？那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先升级粮仓，击杀武士将士。啊，普招先讲上了。来收取普通招募，我们先讲高级嘛。我们先讲高级嘛。啊，这个三次你们就是，如果不花钻的话，就慢慢每天免费慢慢抽。安养性选是二零。嗯，什么脸呢、啊？那个脸还蛮好笑。那你顺便看一下他的全图鉴啊，砍树的研究效率嘛，好玩呢。不过我发现吼，这个游戏日本玩家还蛮多的啦。啊，现在不是有在冬奥吗？来这边继续连线。哎、欸，对，聊天室都是 Japan， 你就是 Japan 的那个 language。为什么我说日本的玩家在玩，就是因为他聊天室都是那个、啊、怎么办，我干嘛讲，所以我可以召唤出隔离了。 Second 这边发亮的赶快进去看。这边其实已经可以看装扮了，你帅。